看看新闻网。好久不见的周海媚呢，我们突然见到，还是会被吓一跳，因为从前呢，她是那个小萝莉的感觉哈，现在已经看不见了。这个卖萌耍宝什么呢，估计是拿不出手了，对不对？但是人家现在已经改走起了这个熟女的路线，而且搭档了也换了，就以前在影视剧当中看到的是男影星跟她搭档，这一次跟她搭档的呢是花式台球天后潘晓婷。哇，要知道啊，周海媚好像别说打台球了，就连那杆都没有摸过，不知道。这两个人在一起要给我们唱哪出戏？47岁的周海媚身穿一袭嫩黄格子连衣裙亮相了，齐肩短发外加平刘海，虽说已经不再是那个楚楚动人的小萝莉，但这位上世纪90年代的一线花旦，只要站上台，那股子姐姐也曾经红过的气场就溢出来了。有兴趣的朋友一定要过来跟我们一起玩。兴趣第一是没错，但太过专业的领域光靠兴趣可不行。此前也有明星跨界出演跳水之类的竞技体育项目，但由于专业差距过大，险些闹出人命啊。打台球虽然没有生命危险，但怎么看周海媚的底气都不足啊。就没有什么机会去碰这个，没有机会真正的去感受一下，没机会碰那个球杆虽然连球杆都没有碰过，但周海媚却有着台球冠军的梦想，所以为了这个梦想，现场周海媚还特地拜九球皇后潘晓婷为师。是，所以可能会比较辛苦，所以我到时候可能会比较严格，不好意思先说一下，但是没关系，我会努力的。虽然信心很足，不过一到实战阶段，周海媚就一屁股坐那里了，人家都操练起来了，你也挪挪步子离台球桌近点啊，就算不动手围观一下也算捧场嘛。瞧周海媚这弱弱的小眼神，张望两眼就好了，这台球还真是门技术活呢，您还是找个没人的地方单练吧。娱乐新天地学台球拜名师编辑宝。